天由我们这个五洲编程小师傅来讲解一下这个电动车波箱盒是怎么加工出来的。来，开始。我们用6061-T651的材料做出来的。首先我们是三轴开出留一链，留1.5毫米一链，正反面开出。开完出之后呢，我们是然后再做退火处理，退火处理之后呢，再上我们的五轴加工，经加工外表之后，再来做那个表面喷砂处理。你看我们这个表面，放大一点，我们这个表面是做过喷砂处理的，这个后面才是做精加工，这些位置是做过精加工的。我们要求的这个轴承孔跟这边端面的孔的同心度是2个丝，然后我们这个零件300多线公差全部都是全剪的，这些轴承孔这些螺丝孔、销孔、这些运水孔，我们整体都是一块整体加工出来的，由我们的这个爱博米 GNU80 加工出来的。